下面我来讲解310车型的空滤器更换。首先准备一个十字螺丝刀，然后把这两个螺栓拆下来，再把盖子取下。盖子取下后，用螺丝刀把滤芯上部的密封胶垫取出，并用一定力度往外拉，轻轻慢慢拉，这样空滤器的滤芯就取出来了。刚拆出来的滤芯的状态，这里会有一条缝，这是正常现象，只需要把这个线胶重新推回原位，然后每一圈都捏紧，让它恢复原状。恢复原状之后，在线胶的侧面涂抹薄薄的一层机油做润滑用，然后再把它推进原来的位置，再把盖板按照原来的方式装回去，整个空滤器滤芯的拆装过程就完成了。